小小的缘分才是幸福的真理，像情人之间，如朋友之间，若家人之间，我和你之间。你离开最想念的人，一定是你心里最爱的那个人。你争吵就放不下的人，一定是你真正在乎的那个人。你离开却想念的人，一定是你心里最爱的那个人。你争吵就放不下的人，一定是你真正在乎的那个人。为什么两个人会相遇在这里？小幸运，小事情，小小的缘分才是幸福的真理。像情人之间，如朋友之间，若家人之间，我和你之间。想念的人，一定是你心里最爱的那个人。你争吵就放不下的人，一定是你真正在乎的那个人。你离开却想念的人，一定是你心里最爱的那个人。你争吵就放不下的人，一定是你真正在乎的那个人。去珍惜你心里最爱的那个人，去拥抱你真正在乎的那个人。别让这荒芜世界带给你的坏脾气伤害了谁，去相信给你每时每刻的爱情，去歌颂为你改变自己的爱人。他就是美好世界送给你的好礼物，穿在手心，温暖了心。一离开就想念的人，一定是你心里最爱的那个人。你争吵就放不下的人，一定是你真正在乎的那个人。